你没事吧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知道我身体不方便还推我？是我不好，我刚才生气了，对不起，我没顾及到。 你不知道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理智一点？如果有一天你要是有孩子了，你该怎么当爸爸，来教育他？教他冲动，教他任性吗？